土不黄土是名入地三尺以下的黄土，不沾污物，可作药，气味甘平无毒，主治赤白痢、腹内热毒、脚痛、下血。取干土，水煮开三五遍，沉淀去籽，暖服一二升。黄土又解诸药毒，如中肉毒、河口胶毒、野菌毒等，治小儿乌纱惊风。惊风一种，全身现乌黑色，用黄土一碗，陈醋一杯，同炒，炒热后，用布包好，熨小儿全身，直达脚下，刺破为宜，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。用黄土溶水中，取上面青叶洗眼，肉质肿痛，用向阳的黄土、黄连、提消各一两条猪胆汁，同盐如泥，做成枣大团丸，塞进肛门里，过一夜，团丸随大便排出。用药时，需内服乌梅黄连二味丸，跌打损伤，用黄土五升，蒸热，分两包轮换运伤处，勿使包冷，但也不宜太热，恐烫伤皮肉，此方神效，跌至气绝欲死者，往往可以救活蜈蚣或其他毒虫噬伤。取黄土掺敷或用醋调土涂擦。